女的啊，她说她嫌弃良母，她光在那嘎嘎吃，她都不给我们烤。刚才的油乱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姐，前面那一段你就死定了，你信吗？哪一段？不是油乱扔了。行，给你放开头。走了。怎么样？太伤自尊了。今天是棚子开车。我说不是我开车，怎么和你在一块儿说？你这样说有点屁话。今天是司机小鹏，我闪他一下吧，撞他，使劲，一脚油门上。哎呀，不想你。到了娘，拍一下子。我好像以前拍过。这个灯还行嘞。让服务员把火锅端着来，放这儿，哎，门子照这儿，放这儿，然后咱几个揣着个兜，然后都从那刀起肉来吃，然后他从那打电话，然后打完过来之后说，打完了吗哥？这好久没出镜了，我喜要特写啊！好，特写。这是刚拔完牙的凤芝，张嘴了，小 Jerry 了，能咧开嘴了，所以我能拍你吗？我想用这个拍，就直接对着。嗨。这是我们的胖头鱼俺的小金鱼蒙子。胖头鱼不是你吗？是谁？我不是胖头鱼。耶、yeah, 我终于拿到了蒙子的这个大奖，我不给他了，这是我的了，我宣布这是我的。4000块钱现在转啊，这么贵，给你们，赶紧给你们。啊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我们还以为你得打2个小时呢，我们刚刚订了一个外卖的火锅，这个打天天张嘴就是放屁，我真是服了他。我跟你们说吧，我上回我剪头发，然后有一个人光和我拉呱，光和我拉呱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我就想安静的剪会儿头发，然后光和我拉呱，我说你别和我拉了，我说我已经有2个孩子了。我说这个女的一来盘古就不知道吃什么了，你怎么回事？是因为他饿了好久了，你是不是封印了太久了？因为他嘴张不开，今天终于能张开嘴了。这有个老妈子，有2个孩子，拿那个小两个孩子。亲爱的游客，你们已经到了盘古饭店了。来吧，美女，你们俩人怎么这么绝了？来，人家冒着更大的风说。我给你们学一下新萌那个嘴刚碰到前面这个，我头柜子，他说，哎呦，好吃，他没有碰到你们的肉呢，光碰到一个木头柜子，好吃，你夸张，嗯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看看茉莉干啥呢？别拍了，哎，肉都糊了，这个人还在那里拍，你怎么不翻啊？你怎么不翻啊？我翻哈你，你一口也别吃。哼，给我个骨头啃啃吧，我好饿，我想吃肉。距离2022年还有11天。吃吧，同志们。今天是小小预热。11天。还差两个人，一个去结婚了，一个回老家了。嗯。我们不要打扰那个结婚的哈，影响人家终身大事。你后期请 P 上那个人好吗？就直接 P 上一个人。好，没问题。P 上拍片最后的老实人。对，来来，拉个近景。就刚才有一个阿姨，她非要送我们这瓶红酒，然后还要问我们的微信，然后我们就骗她说棚子有抖音号叫胖头鱼屁，然后那个阿姨就去搜了，还问她你是不是本地的，所以现在小鹏在搜这个胖头鱼到底是谁。第一个叫狂暴老鱼，他头像是这个样子。他可能以为这个就是你。对啊，我们四个只有凤姐去了一次厕所，这个不争气的。凤姐已经撑得坐不下了，茉莉在线炒菜。我感觉差不多。新东方毕业的就是牛。我们一起吃瓜。到时候给他打上那个开园第一大忽悠哈。哦，大忽悠。大忽悠。他怎么我是倒数第二老实人。老实。哎，我的学生。都是你拿的，你演什么呀？啊，这个也站起来了，都坏了，站上四个站起来两。
好意思说我，你都坐不下了，我起码还坐着呢。过年了，哪个白痴？啥叫印度飞饼？我得整个这种帽子。飞起来啊！看到希望了，同志们！看到希望了，同志们！我的飞饼被夺走了。你在哪？被夺走了。点开了，然后大家好，我是佳佳辉。我是江娇辉。就一般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一般智障都是这样，就是每天这样互动的。有点慢。就智障简称 ZZ。我的粉丝们，再来。就是到时候介绍一下。完了，关系破裂了。这个飞毛现在告诉你怎么写哈，就是现在把我想象成一种就民俗访谈嘛，鲁豫有约，就是鲁豫。韩愈，哎，等会儿，然后我是一个明星，然后球球就要打一个字母，国际知名女明星，等会儿。如果富豪来了就更安心了。富豪这边在呢吗？你瞎说什么呢？是吧，富豪？你看猴哥，猴哥干了两杯了，干杯！你看，来，猴哥干杯！富豪干杯！敬猴哥。然后再往地下一撒，多损呢！全山的损都让你夺完了。让我们一起敬富豪。干杯！两个杯子，好的。有喝再别往地上倒。什么？这是我吃自助带出来的呀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上锁，我也不能这边骑着边，这边抖的呀。哦，抖了，打哆嗦。他吃这个小蛋糕吃的浑身抖，这个人。那是冰激凌的。这个人就是他，就是老了，身上没火了，他不承认。马上30了，他吃了他哆嗦，他还要吃，就这么没出息。很凉是吧？我现在手都红了。这个上厕所的来了，他刚才想和大家表演，人家也要去，你有没有良心？站上两分钟，歇会儿，等我下。别去了，走。那你穿上。你穿上。去了，走。我别去了。猴子不让杰瑞上厕所，走啊。 Later， 他俩还在拉拉扯扯。你老拍我干啥呀？你不是你不是让我今天就光跟着你吗？他怎么还没出来啊？他在卧室。那你去给他送纸。你看他嘚瑟那个样儿。你看他嘚瑟那个样儿，哎呀呀呀呀！这上面都是些啥呀？酒店还是啥？还是什么？这些都是盘古开地盖起来的。应该啥呀？这些实话告诉你吧，这就是我家新买的。你家在那边呢，出了门右拐。杰瑞一号来了，你不是来我这边吗？我就出个镜，来这儿来。我这边没有照上，你怎么就这样呀？来，再出个镜。你起来吧，我要和你决裂了，我不能笑，你三心二意，你好花心啊你！我喝醉了，他好花心，这个女人喝醉了。意外头，来猛子还是咱俩好？意外头还是我们两个好？意外头，一剑气，给我力哥让个头，我力哥呢？朦胧感，哦，那确实挺圆的，拍不清，什么垃圾玩意儿，该扔了吧？哎，吃饭吃的头都油了。
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这个屏幕太亮了，刺眼？咱们应该背过来，啊，这样就好多了。这样好丑啊！只是这样丑吗？看看这怎么都丑。小脑是管平衡的，哎，大哥。没有大脑。鼓掌鼓掌鼓掌！你好机车哎，我表哥。这还能下呀？哇，好高级啊！凤姐指着这个电梯说：“好高级。”大家好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凤姐。一个变形记都没有录上的人，他20年来长期在山沟沟子里，第一次见那么高级的东西。凤姐，我给你介绍，这叫电梯哦，它是直接来，可以看这边儿，对，你可以看一下景。按钮，哦，还没有按按钮，按钮呢？我的天哪，好高级！还有按钮呢，这是北京吗？这是太古里吗？这是美国，你看，这是美国曼哈雷顿。出来了，哎，那首歌怎么唱来着？卷一切，哎，大饼卷手指头，那是自己吃自己。哎，那个是胖头鱼。我和我的姊妹们吧，我的胖头鱼姐妹。这个完美耶，yeah, 我看一下，你老追着人家大牙花了。他从一开始就追到你，一直对着我大牙花子一直在拍，一直在拍。我跟你说这个很真，什么东西，再来一遍，我没看见。给拿出来的，好不容易搞到手的，一会儿咱们四个再唱悄悄的，悄着把呼的，然后皮都别烧哈，你能也别给马富豪烧，悄悄的悄悄。你能先透露一下是什么东西吗？下，你给姊妹们挑下线。我跟你们说，挑下线，这个虾，他要挑下线，这个虾。1年12个月，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这玩意儿。我竟然能在还没过年的时候就搞到了，我跟你说，提前过年了。我竟然见到了虾！我天哪，我在山，谁都别说啊，我在山沟里待了24年了。哎，我给你看一下食物啊，一个虾。哎，我拍个那个抖音，你们见过吗？那个什么，那种，哎，算了，你们也不会听。哎，你给我和杰瑞照一张吧。行。要腿吗？不要腿。我得这样。他们要拍合影。你的腿呢？腿呢？在羞辱我。你给我立刻留个头。哦，我的脑瓜子。你想要的话我会给你的，你想要我当然不会不给你了，不可能你说要我不给你，你说不要我却偏要给你，大家讲道理吗？现在我数3下，你要说清楚你要不要。请问什么时候能设计一个后座，如果有人太聒噪的话自动弹出一个抹布来塞到他嘴里。我还以为你说像飞机那样直接弹出去。我以为直接开车，直接从天窗里弹出去。开车不生气，生气不开车。开车不能生气，用不着你跟我说。你给我闭嘴就行，我用不着你跟我说。要看他那个手攥的，气死他了，快。怎么了？来发表一下感。怎么了？你看他气的攥方向盘都快攥断了。